像是最不值而已，那种美丽会换来妒忌，你并没有罪，我最是这世界什么为人无罪，你不需要抱歉。 What did I would be you Baby boy could be me， 雪花如果不停让我陪你安静， I wish I could hug you Till you really really be free。 Oh love的玫瑰没有荆棘，最好的老婆是美丽，最美的盛开是反击。别让谁去改变了你，不是你不是你的心，没有人真心的爱你。所以我觉得当天应该人一多，我可能表演会更起劲。对啊，但那一天我相信有舞者的衬托，我可以到95。舞者怎么讲都不会到180。那你这样这几天跟我们相处下来，给我们打几分？100分。因为我已经撇除掉我自己的舞蹈部分了，其他我一切都觉得很好。而且我刚才没有讲到一个重点是，其实他们都很有耐心，不管是可能再多不会跳舞的，不是我啦，所以我很会跳。没有啦，真的就算是舞蹈底子比较低的人，他们还是会很耐心的一个一个动作教我，而且他们真的是很专业。像笑笑，他要教我的同时，他还要跳舞者的片段，我觉得真的很辛苦。这指导。那今天你想要点名谁？因为上次林静的秘密上次。上次，我今天要点名小 A 啦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点他呢？为什么？一开始，因为他其实是爱跳那种辣妹舞，尤其是特别爱Twice 跟 Blackpink。然后再加上他前一阵子又跟我说，哎，丽晨，你去拍那个 YouTube 那个跳舞。我说对啊。他说那你去点名我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重点名太好了 ，A 啦，我们等你 A 啦。我手给我来，不要再逃避了。我们。小铃铛，请大家开启铃铛，订阅大小铃铛。叮叮叮